师、各位禅师、各位贤贤，大家好。不学三道天师的老先生，大家一起感谢各位贤贤给不学机会先讲。我们的讲到哪边的？第几页？十五页。疗愈品吗？好。啊？疗愈品啊、哦。好。这个在第十五页的左边。哦。这个疗愈品呐、啊，哦，比喻疗，用疗来比喻。这个佛呢就讲善男子如来无碍智啊、哦、就是没有障碍的智慧、哦、视线呢幻化、就是佛呢视线呢在凡尘、哦、让我们众生呢来学习，那佛的视线呢随圣、哦、世间就圣着我们凡尘，那凡夫肉眼啊、哦、未是真实哦，这个如来哦，那个哦，视线呢，它一样是假的幻化。那我们众生呢、哦，这个肉眼呢看起来哦是真实的哦，要我们了解说，就连佛都是哦幻化，都是假的，不真。哦，佛的哦那个视线都不真，那凡尘的哦万象。更是假、哦、都是、啊、变化无常，而欲尽之、啊哦、如来无碍无上智者、啊哦、无有是处、就是要、哦、全部都知道那个如来无碍的、哦、那个最上智慧、啊哦、就是我们众生呢我们 啊这个凡夫都没有办法、哦啊、所以连续的、哦、上面、啊、那个如来有忧无忧啊、哦、那个唯佛能知啊、哦、就是佛知道啊、哦、有没有忧，忧的话也都是随顺、哦、我们凡尘、哦、看到我们众生啊都贪恋凡尘，那佛就很、哦、忧心啊、哦、要想这个用什么方法来、哦、这个启发、哦、众生的、哦、修道的心、哦、所以呢那个时候、啊、就有忧了、哎、可是、啊、真正呢、哦、在我们的、哦、佛性里面、啊哦、所有的、啊、那个烦恼忧愁、啊、全部没有，都没有了，所以、啊、我们、哦、住相了以后、啊、才有忧愁，哦、只要呢都不住相、哦、那个烦恼忧愁啊全部都没有、哎啊、所以、哦、这个佛就讲、哦、有忧无忧、哦、唯佛呢能知，那我们呢也一样啊都是佛、哦、所以各位要了解到我们、哦、去掉呢执着跟妄想，我们就是佛啦，跟佛没有两样、哦，每一个、啊、都是佛、所以要自我取许、啊我们就是佛、哦、只要我们把自己、啊哦、定位在佛的、哦、位阶、啊哦、那我们会自我要求比较高、哦、就是、啊、本身是佛了、哦、不能随随便便，不能有脾气毛病、哦、不能有贪嗔痴、哦、自然、啊、就会自我要求，然后、啊、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人的一生、啊、都是非常短暂、哦、我们知道的脾气毛病不改，那很快一生过了、哦、没机会、哦啊、那改了呢、哦、马上就可以见功效，而且自己会很高兴、哦、佛性里面、啊、没有脾气毛病，佛性里面、啊、没有贪嗔痴、哦、这一些、啊、都没有，可是啊我们一落入六道轮回太久都不知道、
哦，不知道佛性里面啊，哦，没有啊贪嗔痴，没有脾气毛病。可是我们哦现在的生活啊，哎，我们谁敢说没有脾气毛病啊？哦，都是一大堆啦，哎，只是自己呀、啊、承不承认？哦，承认的话就很快改过，哦，不承认的话呢，会延续呀、啊。哎，要、啊、到哪一天呢、啊、可以改？大概哦，断气的时候。哦，啊，所以啊，我们一定哦要知道，一生很短，哦，啊要哦生活之中呢，就要检视自己呀、啊，哦这个态度、行为以及思想，哦有没有哦符合真理，跟佛一不一样？哦，假如说跟佛不一样，我们要赶快改过，哦。那我们在生活之中啊，都跟佛都一样的，那不要等到以后哦成佛了，就现在就已经是了。哎，所以了解到每一个众生都是佛，哦，佛跟众生那个名称不同了，哎，佛性都一样，没有不同。哎啊，所以啊，我们一定要认识，认识佛性了以后，哦，朝着佛性的方向努力。那么以是因缘，哦，一法有我，一法无我，哎，所以啊，哦，这样的因缘，哦，有忧愁或是没有忧愁，哦，因为有这样的因缘，哦，一法就是不一样的，哦，那个法，一法里面呢有我，一法里面呢、啊、没有我，哎，所以我们了解到，我们在凡尘呢都是两边呐、啊。哎啊，只要呢，我们体会哦那个中道，哎，我们就在中道里面，两边呢，我们全部啊，哎，都包含，哦啊，所以了解了哦，我们呢本身啊，哦是中道，哎啊，这样的话呢，修起道来容易。那么市民哦，鸳鸯哦，嘉陵提系。哦，这个呢就是两个鸟的哦名称。那么佛法哦，犹如啊哦鸳鸯共栖哦，这个鸳鸯，哎，我们时常也看到啊那个非常哦漂亮哦那个外表的哦那个鸟啊，哎，在水里面呢哦鸳鸯都是共栖哦，是嘉陵提及鸳鸯鸟哦，是两个鸟的名称。那剩下水瘴哦，这个夏天啊哦，水瘴啊，选择高远哦，安处其子哦，这个鸟啊也是很有这个智慧哦，怕呢啊这个啊它的哦那个孩子啊哦被水啊哦这个流走了，所以啊选择高远来安处啊哦它的啊孩子哦。为长养、哦、就是要长养、哎、他的那个孩子，然后啊、哦、随本安然而勇、哦、就随着、哦、本能、哦、那个 啊, 啊这个鸟啊它可以、哦、游在水中、哦、这个鸳鸯啊、哎、各位有看过吗？鸳鸯、哦、很漂亮、哦、它的那个、哦外、哦、外表啊很漂亮。那么如来哈、哦、出世啊亦复如是，化无量众生呢安住正法，就是哈、哦、啊这个示现，然后啊就能够哦教化哦无量的众生安住啊哦在正法，这个正法呢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哦，无上的正等正觉，这个呢就是哦，这个正法，哎，所以啊，我们呢就是要住在哦无上的正等正觉，哎，就是我们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哦，自在呢这个正法，如鼻鸳鸯，哦，嘉陵提鸟，选择高远，哦，安置啊其子。哎，这个佛也在讲说如来也是跟那个齁、哦、鸳鸯嘉陵提鸟一样齁、哦、这个选择啊齁、哦、能够这个教导众生的地方
哦，然后啊，安置啊，哦，所有众生，然后能努力的哦，认识自己的哦那个本性，哦，然后啊啊修持就能够啊回归呢到本位。那么如来哦预言哦，如来也是这样，好像那个哦这个鸳鸯呢嘉陵提鸟，令之众生呢哦所作伴侣啊。即便入于啊大波涅槃，所以如来教化众生，哦，已经呢啊所做的都已经啊啊都啊办理完成，他就呢进入啊哦大波涅槃，就是已经呢哦不在这个凡尘哦视线了。那么知行啊哦是苦，哦涅槃是乐。哦，我们凡尘呢，所有的一切啊，哦，就是知行，所有的万行呢，全部啊都是苦。所以在凡尘啊，不管是有钱无钱，有势力啊，或是没有势力，全部啊都是苦。哦，啊涅槃啊，哦，就是啊啊快乐。那我们要了解啊，哦，不生不灭啊，就是快乐。哦，有生灭有变化呢，就是苦。哦，所以佛就鼓励我们进入啊涅槃。哦，第一微妙啊，哦坏之行故，我们呢进入不生不灭啊，哦那个就是第一微妙，哦很微妙的那个状态，已经呢破坏所有的万行，哦我们凡尘的所有一切啊，哦那个造业的行为啊，都已经呢不见了，哦啊都走入啊，我们的无上的正等正觉。那么假设呢，哦，白佛言，云何众生呢，哦，得涅槃者啊，名第一乐，哦，这个假设就问，说为什么众生呢，哦，得到啊不生不灭，哦，就是啊名啊第一乐，就是第一的快乐。那么佛呢就回答说，如我所说，哦，知行和合，名为老死。所以我们在凡尘啊，哦，一直在努力，所有的万行啊，都努力的去加以行持，哦，这个呢，名称叫做老死，就是一定啊，哦，会老，一定啊，会死，所以知行啊，哦，和我们了解啊，这个呢，哦，有那个哦，十二因缘的味道，哦，我们呢很努力，哦，一直做。免不了啊，哦，就一定啊要走入老死。所以啊，哦，之前我们有讲十二因缘，各位还有印象吗？有。哦，都呢蛮哦实际的啦。哦，我们就是了解到，哦，我们人啊为什么会老，为什么会死？最大的原因啊，就是有生，有生呢才会老，才会死。那为什么会生？就是因为啊，我们已经造业，哦，那个造业啊，就叫哦有，哦定业啦，哦我们已经造了业，那个业已经固定，哦像我们现在生活之中呢，哦假如说我们有业，那个都还不定，因为可以变化，我们心变化，我们行为就变化，我们造的业就变化。所以要了解到，哦，那个有就已经是定业，它定业呀，啊，就改不了。那为什么会有？就是因为啊，哦，我们取舍啦，哦，有取舍啊，才呢造了业，有造业啊，哦，才落入生，有生呢就有老死，哦，所以这个是勾手，一个接一个，哦，免不了的。那我们为什么会有哦那个取舍？就是因为我们哦有爱，有爱有讨厌啊，就是喜欢讨厌，有喜欢讨厌的才有取舍。哦，这个都这个理啊都连贯呐，啊。哦，就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我们人生都免不了这样。啊，所以不知不觉呀，啊，我们都这样。哦，那为什么会有爱？就是因为啊，哦，我们有受，接受啊外境，哦，外面的给我们的事情，给我们的形象，哦，我们去接受。那接受了以后，产生啊喜欢讨厌，
然后就有七蛇，七蛇以后就造业，造业以后啊，就要接着受苦，有生有老死。那为什么我们会有手？就是因为啊，我们有接触，那个接触就是我们那个六根呢跟凡尘的现象有接触。那往上为什么接触？就是因为有六根，所以我们六根呢非常的重要。我们在生活之中呢，大部分都请六根当家了。张厚杰就讲，六根当家一定造业了，一定要受苦所以要请佛性当家。那为什么会有六根？就是因为有名色。明啊，就是精神状态，色啊就是形象，有名气，名色才有六根，六路。那为什么会有名色？往上啊，我们追求，就是识，识呢，来讲啊，就是我们认识，我们认识以后，然后才进入啊，名色。名色以后啊，才有六路。那为什么有事呢？就是因为行。那为什么行呢？这个知行啊，那个行，知行是苦，就是这个行，就是啊无明。所以无明眼行，因为无明不知道道理，然后啊。不管是时间，不管是现象，它都一直在变化，一直在走，所以啊，无明眼行，然后行，在我们来讲，就是啊，已经呢，中阴身要投胎了，那个就叫行，无明我们才落入现象，啊，因为无明，我们中阴身才来投胎，那个是我们。前世以往所造下来的业促成我们的行为然后我们中阴身呢就找有缘的地方，没有缘大地如梦，好像墨水啊黑黑一片，那跟它有缘它有一点亮光，然后那个中阴身就朝亮光的地方直接前进那个就行眼识认识的事，就是我们这个有结缘所以会当一家人啊都有缘善缘恶缘啊都有因缘才会当一家人，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无缘这几回人一家人，然后不管是善言恶言，我们一定要把它改变恶言也要变善言。那怎么体会呢？有时候啊，孩子一生下来我们教到啊很顺，那个孩子来还债孩子生下来我们做什么都了及，那个孩子来讨债这个就属于恶言很顺啊就属于善言。可是啊，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可以改变的恶言善言啊我们都要认清纵然他要来讨债，我们也要欢喜心甘愿受好好去抚养所以啊等到他已经终于生找到亮光投入了，就已经怀孕了，怀孕的时候啊然后啊慢慢的286天具备了我们六根呢就会出生，然后出生呢跟凡尘接触接触的时候啊他的情绪都还不大，可是慢慢的生长以后啊他的喜欢讨厌就来了就有情绪啊，所以接触以后啊就有感受感受啊越我们年岁越大感受就越深，越深的时候啊那个喜欢讨厌就很强烈你像男女到结婚的年龄啊那个爱不爱啊那个是很强的那个时候啊你看这个喜欢讨厌啊就有取舍你有取舍以后啊你就
定下自己的未来，哦，所以啊，这个哦，十二印就这样子的哦，把我们勾在一起呀，啊，没办法哦，还去改变它，而是哦，我们没有研究了。我们研究的时候啊，哦，它这个哦，是一直啊，一个接一个，没了哦，没完没了。哦啊，所以啊，我们的六道轮回就很哦顺，哦顺着哦六道轮回，哦跟着凡尘走。那我们假如说研究认识，在我们哦这个慢慢的哦受对外境啊给我们的感受啊哦很强烈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到哦全部都是假的。因缘际会啊，才呈现，缘际则生，缘散就灭。所以啊，所有的感受啊，都是假的。只要说能够认清，我们呐、啊，哦，那个受不会进入内心，不进入内心呐、啊，我们没有喜欢讨厌，没有喜欢讨厌呐、啊，没有取舍，没有取舍啊，我们不造业。我们不造业啊，不受苦，不会来受身，哦，就已经啊，哦，能够解脱了。所以解脱啊，是靠自己，哦，不是说跪在佛前请佛啊，哦，这个帮我，我很痛苦，请哦，帮我能够让我解脱，那是没办法的。你造了很多业啊，就是要去受苦，哦，那一定的，哦，要不受苦啊，是我们不造。你不造的话，你要吃苦也没苦啊，让你吃。哦，啊，你已经造了，你想偷哦，你想逃，逃不了。哦，没办法偷逃，一定也要去接受。啊，所以要研究道理。哦，从我们的行为，从我们的思想改变。哦，思想改变，行为改变，我们的命运就改变。哎，所以我们都已经哦得到了。修道了、哦、一定要走入修道的道路、哦、这个轨道、啊、一定、哦、我们呢要认清、哦、一走入轨道了，轨道有一定的方向、哎、就让我们一直、啊哦、成道成佛方向前进。那我们假如说不研究、哎、就跟凡尘、啊哦、凡俗的人一样、哦、走入六道轮回，虽然说已经呢、哦、得到了，可是啊，我们看非常多的人，他没有真正的在修，那没有真正的在修，各位就可以想象，他会成道吗？哦，会成佛吗？不会啦。哦，我们要努力呀、啊，哦，才有成道成佛的机会。啊，所以一定要告诉自己，我的人生很短，我在这个很短的人生里面，我要。哦，拿定方哦方向，一定要努力追求哦，把脾气毛病啊哦去掉，那个佛性本来就没有，贪嗔痴佛性也没有哦啊，所以啊整个都哦去除了，恢复啊哦我们清净的本性，然、哦、后所以这个就很重要。那我们在哦很熟悉的生活之中哦了解到说，一定会跟外境啊接触。哦，他一定会有感受，啊，所以哦，要学着各位姐姐记得，来则应，去则见，事情来了，该怎么应啊？你就哦，按照真理去应，不要让它进入内心，哦，然后去了抛开，不要去检讨，不要去回忆，哦，就全部抛开，这样的话，哦，所有的受。我们都已经把它改了，一改了以后，我们后面的哦那个爱哦取哦有生老死全部去掉，没有了，所以解脱了，是自己解脱，解脱的钥匙拿在自己手上，看你要不要，哦你要的话就走，哦凡尘我们都已。一定会遇到事情，那你遇到事情啊，看你怎么样去应对。哦，你应对的时候啊，哦，我们一般都是落入啊喜欢讨厌。哦，
啊，所以只要有喜欢讨厌啊，各位同学记得他造业。哦，你说我都做好事啊，善业，哦，一样业。啊，你只要哦有这个业啊，就一定呢要来现象接受果报。哦，不管善恶啊，都一定要来现象接受果报。那我们的追求是最好回归本位，我们都是佛啊，哎，我们回归到佛无极理天哦，我们原来的哦本处本来的地方所在，那本来的地方所在啊，哦，我们可以视线哦啊，也可以自己呀、啊、哦看到哦看我们要到哪个佛世界。非常多了哦，佛世界啊，不是只有我们娑婆哦，有非常多的佛世界。哎呀、啊，我们只要说修正啊，哦，就可以哦，随我们的哦那个意愿哦，到不一样的哦那个佛世界去。那我们只要说有造了业哦，有喜欢讨厌哦，有取舍，那造了业啊，就要说业力的摆布。业把我们推到哪个地方，我们就在哪个地方现象。哎，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哦，佛都一直啊，哦，在讲一失人生啊，万劫难复，有没有？哎，那个就说呢，我们在凡尘啊，哦，在吃的时候啊，就已经呢，哦，吃了很多的生灵，哦，就是它都有生命啊，被我们吃掉了。然后我们一命还一命啊，哎，就是要还，哦，没有说哦，我们吃人家啊不用还的，没有那样的，一样要还。啊，要还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想，我们一天啊吃的生灵啊，哦有多少？尤其啊，我们小孩子吃不拉鱼，你也看，你安吃一顿不拉鱼几尾，你得要害几世人。很难算的哦，哎，啊，要不要还？要不要？那哪就出去做不拉鱼去用家里，爱个偷命的，要不要？要。哎，拢要哦，哎，无迄个讲好啦，我给你吃啦，我真爱给你吃，无迄个安尼啦。哦，所以要了解到，哦，那个一命还一命，然后我们一失人生啊。哦，你看我要还的哦，虽然我们现在都清口了，我们在还没有清口之前啊，吃了多少？哎，剩尾料呢？哦，那个弥勒卢巴说，我们多活一天啊，多造一天的业。哦，这个入地狱啊，唯恐不生，受的苦啊，唯恐不久，是不是这样？哦，讲得很切实嘞。哎，就是真的哦，真的就是这样。所以啊，你看现在哦，哎，就在跟我们讲哦，不是有缩油吗？缩水油啊，那个就是脂油啊，告诉我们啊，不要吃哦。这个整个跟众生警告，你不要吃，吃了身体都是毛病，有没有？哎，这个大地真的很慈悲啦！哦，大家拢食啊，已经拢哦，已经戆戆啊，哦，都迷醉不醒啦！哎啊，所以啊，用很大的哦哦那个事情啊来警醒，哦，不要吃了，你再吃了，你身体毛病很多，哎，那个是你从吃来的。你看老一辈的哦，科技不发达的时候啊，哦，种田生活，哦，身体啊都很健康，哦，因为他吃的哦就是啊非常简单，越简单呢，哦，我们呢、啊、越少毛病。我们现在吃的太精致了啦，哦，所以毛病很多，哦，医院啊，哦，都客满，哎，去排个班哦。都很难等到、哦、去看诊啊，好、哦，在古老没看到我，就知道说、哦、我们啊这个众生哦，这个不自爱惜呀、啊，不爱惜自己的辛苦啦，
哦，所以我们了解到说，哦，我们在凡尘事情会有，然后我们按照哦真理啊去应对，事来则应，哦，它一定有一个角度刚好，那我们就哦按照那个角度去做，过了以后就抛开，就不要再记在哦脑海，这样的话我们的受啊都没有进入内心。所以啊，在哦佛经来讲，叫做一切不受，一切不受，不是说拒绝哦，而是说应对的刚刚好哦。然后呢，它另外一个名词，一心正受，一心正受什么？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就是啊，一心都接受我们的哦，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哦，那个是最正确的。哎，那假如说我们朝这个方向努力呀、啊，哦，不用等以后，现在就是佛了，就已经是了啦。